Let's go.
Such.
强的，任何人都不能威胁到我。不可能，我绝不可能输给你们。被同门追杀，被官兵追杀，我都赢了。现在，我也不会输。我要同归于尽，来，同归于尽，呀，同归于尽。 不好，赤阳动了地脉灵力，这里要坍塌了！此地不宜久留，唯有真气抵御落石，快去抢流火镜！ 鬼柔差抢了流火镜，
的留火机。阿姨，小心，我来帮你。顾兄弟，阿姨，来不及了，这里快要崩塌了，不要去追了。该死的鬼罗刹，我饶不了你。大门已经走不了了，走这边，我们快从这里离开，快。老大，你可算醒了，我们都快担心死你了。顾兄弟，你醒了。阿姨呢？她怎么样了？你们两个人从山上坠落下来，我和木头师兄跑到山下只找到了你。阿姨姐，我们找了好几天，天火山那里都找遍了，但是还是没有找到。什么？阿姨不见了？你回来之后就一直昏睡。这几天我们一直在找阿姨姑娘。阿姨不见了，我想想，那个鬼罗刹抢走流火精，我和阿姨便追过去，然后就坠落山崖了。我记得阿姨好像用了一种法术给我们护体。阿姨她不会有事的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顾大哥，姐姐呢？姐姐到哪里去了？姐姐，你也不知道姐姐去哪儿了吗？王子殿下，我们找了很多地方了。都是我的错，若不是我游手好闲，好端端去招惹赤阳，也许阿姨她就不会出事，陆兄也不会死。自打长安出来去找宝藏被人坑，到了天山被人欺负，好不容易遇到帕沙的使团要去长安，心里想着带路这么简单的事情还不好做吗？真是可笑。顾兄弟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不要太自责。是啊，你已经尽力了，要怪就怪那帮坏人。我们都出去吧，让顾兄弟一个人静一静，我们再去找找阿姨姑娘。